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ありがか。好，保安铺啦，然后看看这个战国人，自己去看啊。阿里卡多，看好。奇怪，我的那个欧普瑞商店都。不开。更新一下我的 Google Play 商店。好，顺便充个电。好啦，这个奉劝各位，就算了啊。游戏不是这么的亲密。继续打火。肉变鸡还真抢眼。阿小 ，unknown 阿小，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、欸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乱入哦，好酷哦，哪里呀、啊？秘境哎、欸，这里，秘境有的时候有些不错的东西，哎、欸，也不是秘境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啊？好酷哦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、欸，哎，可以干嘛？应该是乱入啊！奇怪，怎么一开始蹦不动？啊，乱入是什么？黑吗？黑色吃火龙啊？哪里啊？要打，我要打！没有，应该都在洞里面。突然的袭击。
连任务内容都不一样嘞，不然的习，Unknown， 看看嘞，我才上位的应该也不会强到太扯，大概要找哎。 这个人吹吧，有，就在左边吧。啊，好酷哦，好想去看哦，看过哎。 BGM 都没听过哎，哇酷哦，那三小好中二哦，好丑哦，嘿嘿嘿嘿，哇左右甩尾，哇好大只哦，好帅哦，哇动作不一样哎，好酷哦。 哦，被挨！哦哦，毁灭的喷射白光呢！哦，还好甩一下不会太痛。干，连甩我两下。无邪。虽然看起来很中二，不过。 过膝蛙都撑不住哦，攻击力很扯哦。一猫啦，不太好啊。下面没有，他那个好像是回去他的巢。 他那个装备都会猫啊，表示攻击力很大。哎，你别去躲我！来来来，哇，飒爽降临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干！哈哈哈哈哈！ 干飞爽的啊！飞了一圈又跑回去刚当地图，超靠边。飞爽。这音乐怎么那么煞气啊？ 哎哎哎，行不行啊？撑住哦！干！<笑>防御力，我防御顶不到。
而且他还蛮鸡掰的，他硬是要跑到九号打，九号是很难打，他那个太小了，他很容易甩什么东西你都会中。而且我没有带密钥。哎、欸，死了、哦！再讲，没有过嘞，哦，跑了、哦，达到一定伤害了，哎、欸，不错，一退任务而已，一退任务而已，那就还好。我要打到死，我打到一打到规定的血量，大概也过半了吧。好玩耶、yeah, 胜利的画面噔噔噔噔噔噔飞龙的黑鳞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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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嘞，他拿到这个之后跟谁讲话会比较煞气嘛？但也没有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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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可以直接 做一把武器，纯洁之火衣。我一看就知道你要再升，就要再打几次。别的吗？没有。克隆剑，哇，好酷啊！极长。克隆剑，太刀了，太刀也没有。骑士太刀，克隆锤，然后叫做克隆。克隆枪，干没有骑士长枪，燎原冲枪，破三一，没有哎、欸，长枪被骑士了，有克隆枪，干我克隆枪吗？克隆弩没有，没有克隆弓，哦，没有，弄一堆垃圾而已。蛮有趣的。蛮有趣的啊 ，unknown， 你要网路版又乱入了，这边有个厨师，打火龙喽！哎，干！任务制成失败，那个连饭都会没有，烂游戏！我花钱呢，大哥。流氓，流氓。
耶！开场就遇到。就有得玩。看能不能把旁边那些箭虫把转。那火龙是一个很好笑的东西，因为它的那个 AI 很奇怪，它超级喜欢甩尾，然后就弄出了很多那个，就是网络上面有很多影片，就是火龙因为一直甩，一直甩，一直甩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就是慢一直甩，超好笑。AI 超爱甩，耶！周环断尾，冲向白木有没有？哇，那个是 SR 秘传动作，雷射冲枪，就在前面让那个火焰一直持续，然后有闪击判定，酷而已，效果糊弄了。也干得好，活到死。妈的，我回台北了，我也要打。那。现在才回台北，懒惰米虫。哈哈哈！看，他这把是什么？这把好煞气哦！哈哈，蓄力炮击 ，SR 动作超帅的。干，不要乱打！真手不真心啊！对红。防御态势，我是 IE， 哇，煞气的雷霆级，和龙尾肉，哇，淋到身上去。嘣嘣！我干嘛？很大便。
白痴鸭子在干嘛？哦，白痴鸭子送我一个原炸猛哎、欸。白痴鸭子好凶哦！看一下凶，一下暴，你是女人哦，玩女人就是贱。哇，还可以帮那个哎、欸，帮鸭子换衣服、欸，超好笑。多虫捕鱼，收集不值钱的东西。怅然若失心情，拿什么？来煮一锅什么东西来吃好了？乌鸦锅，兽龙牙兽种，还有这个超多的，来做一锅。美味的咕咕鸭精华，没有咕咕鸭的味道。那你干嘛？哎、欸，我要再打一只火龙，然后陪六探玩的啦。刚刚是不是有人跟我讲什么什么滚滚的三小圆头米加圆滚滚的蛋，圆滚滚的蛋，我有魔物蛋啊，头米蓝蓝沙拉，蛋不知道有没有在卖。黑心枪球，圆滚滚的蛋一颗800，很贵的。攻防小，这这么开心哦！打到就马上做一把大剑出来玩。猫车飞出去的画面哦，那个还没完全开启，那要过一段时间。双重冲击的味道，通常后期就是吃这一种啦。然后就直接吃一个全熟肉，哦，我们当那个体力最满，就直接打这样。你看，我是跑过头啊！伊都来多古尼，亚德玛斯塔，全熟肉 G， 太好吃了，然后烤一个全熟肉。
特にが出ました。よっしゃー。 Hello， 我要跑了，跑到这边来。抽筋，哇，有一只虫，有一只龙要抽筋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小技巧，看到那边有个被那个热气球有没有？你只要对他招手，他就跟你讲龙在哪里。看到了吧？在九号。哎，感谢。剧情上面说那个是那个古龙观测团的人，然后会顺便帮你观测其他地方。好可爱，任何版本都有啊。SR 弓箭，哎，不过还蛮痛的。明明有 SR 弓箭的技能，可是为什么会撞一下这么痛？装备等级过高。哎，大小，哎，神奇的，哇，大小，熊熊一个火车，那血量喷到在里挂，对付熊火龙啊，最安全的方式呢，只要它一飞起来啊，就跑到它屁股下，超安全。又飞起来了，好，先打下来啊！干，又是一个他妈超级火车，不要乱吐，不要乱吐，快死！好，我准备。我打下来啊！危险的，我就要死。